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4号，这是民进的今天大新闻，我是主持人陈小平。我的演播室呢，坐的一位先生啊，就是来自台湾的薛崇阳先生，还有一位呢，从香港啊连线加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纪硕明先生，两位嘉宾好。陈先生好，纪先生好。小兵好，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啊，两个单元啊。前两个节目呢，啊是跟这个啊敏感内容没有关的啊，后两个节目呢有敏感内容。在后两个节目的阶段呢，我们开放这个电话啊拨号的这个嘉宾连线啊和网友连线，然后呢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好了，现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第一个节目呢，我们关注是美国的超级星期二这个大选，啊，那么这个游戏呢到现在还没有收场，但是呢大势可能已经有点眉目了。我们请薛崇阳先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样一个美国民主党初选的一个情况。嗯。美国民主党这个超级星期二啊，在昨天呢是之所以超级，是因为它有14个州跟美属萨摩亚同时要进行投票，所以呢，它占的比例呢，它整个的这个代表就是民主党代表的比例呢是大约是在35%左右，也就是说有1/3的这个民主党代表是在超级星期二里面产生啊。那么，但是呢，它也并不是说。在哪一个州里面，你赢得了多数，你就赢得了全部的党代表。它是也是有一种瓜分的机制，也就是说，你这个超越15%以上的这个选民投票，那么你就资格可以瓜分到一些的票。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到今天早上，根据一些CNN 所做的报道啊，那么是到今天早上为止呢，因为现在加州还没有完全的开票，而加州又是最大的票仓，因为加州有415张选举人票，那么其次的就是有228张的德州，那么德州呢，到今天早上已经开出了90%几的选票，这个代表票，那么这个德州呢，在94%的这个开票的结果呢，现在是这个前副总统拜登他赢得了这个德州的胜利啊。那么，这使得拜登呢，在这一次14个州里面，他赢到了有10个州。那么，在这个Vermont 这个参议员桑德斯呢，他是只赢了4个州，但是呢，加州现在这个到目前为止呢，是一般看好是倾向于桑德斯，但是因为加州呢，它是所有的选票，只要是邮戳在昨天3月3号的这个邮戳，也就是说你的投票行为是在3月3号的这个投票行为，全部都必须计算，是要计算在内。所以呢，加州的开票会比较晚。那么现在在大约开票到40%几的这个，在今天早上啊，那么这个倾向呢是桑德斯他这个是先为领先了拜登，所以桑德斯被认为在加州他可能有机会赢得了加州。如果是桑德斯赢得加州的话，因为加州的选票多，所以呢，虽然在整体上超级星期二的这个最后的结果里面，桑德斯落后在拜登的后面，但是双方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还是所旗以鼓呢，相当，旗鼓相当，我们就可以讲说，在以后呢，因为这个民主党的初选呢，以后还有很多的州还要继续的来进行投票，包括了纽约州。纽约州到4月28号才进行初选投票，所以纽约州就有200多张的选举人票，也是一个大州。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在3月17号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票日，因为3月17号几个大也都是大州在那边也要进行投票，包括了是亚利桑那州。包括了有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就有219张，这个代表的票。那么另外这个在另外还有像是俄亥俄州、伊利诺州，这都是大州。伊利诺州就有155张选举人票，这个代表票。那俄亥俄州有136张代表票。所以呢，那么如果说能够掌握到这些几个大州的话，后来也可能居上。所以不过现在已经可以肯定的来说，就是拜登跟桑德斯两个人
他们要力拼到七月份的最后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这看沃荣还是支持谁，哎、这也是个问题、哎。也是是，你要看这个最后、嗯，但是你要到全国代表大会的话，你必须要赢得就无论如何你要能够获得这个总统提名的话，必须要赢得全部的民主党代表啊。3979张代表票的半数，也就是至少你要赢得1991张代表票。如果说到时候谁都得不到半数，因为还有其他的票被瓜分了嘛。对，像那么还有一些，你像这一次选举啊，虽然彭博市长他一个州都没有胜，一个州都没拿到，但是呢，他瓜分到了40几张选举人票。嗯，他是有的地方赢了15%以上。还有你像两个已经退选的，他住吉克，嗯，那么他也在这之前，他也赢得了几个小州的，就是我们在二月份初选的几个州，他也赢得了一些选举人票，他有26张选举人票，那华伦也有几张选举，也有10几张选举人票，所以呢，这个如果到时候没有候选人能够超过半数，那就会由这个国会议员、参议员、众议员以及民主党全国代表全国委员会的这些代表，一共有771张，那是这个超级选票，那就是这771张是就是民主集中制啊，对对，是他可以不去承诺的这些票，到时候他们这些票投给谁，谁就超过了半数。然后他谁就可以成为那个，那么但是呢，现在虽然是说两个，拜登跟桑德斯两个人现在是这个被认为是最后是可能会出现的人物啊，但是现在这个 Massachusetts 的那个参议员华伦他已经说他要选到底，虽然这一次他一个州都没选上，一个州都没拿到，但是呢，他要硬选到底那也是可以的，他已经表达了他要硬选到底。所以最后的这个彭博市长会不会退，这个很难想，这个、很难说。这一次你像在 Virginia 彭博他投下了1800万做广告，可是呢拜登只投了23万做广告，结果拜登赢了。彭博不见得钱也能当老大。是，所以现在彭博会不会再继续的选，继续选下去这很难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这个明明知道这个前途是不太可能是会赢得最后的胜利。他还指望着超级党代表呢，全部给他恐怕也不一定能够到最后呢，也不一定能够胜出。关键是这个民意基础在哪儿，是你超级党代表这么玩也不行啊。这个我们问老纪啊，这个拜登呢在南卡赢了之后呢好像不睡觉了，现在醒了，对对对啊，一路狂赢啊，对不对啊？对。那么桑德斯呢，他的这个赢的势头呢，好像没有被止住，也还在赢。所以说这样一个格局，就是我们的标题是这个桑德斯旋风啊，民主党无人能及。因为二月份的时候，二月份那个有4个州初选，然后桑德斯赢了3个州嘛。对啊。所以旋风，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旋风期，但是呢，在这4个州里面，最后一个南卡罗来纳州，居然被拜登后来居上，这也是事先大家所没有预料到。对啊，所以说这个拜登就是人家说他是这个喜欢睡觉嘛，啊，睡不醒嘛，现在醒来了，好像是趁风而起啊。那么这两个人呢，季先生你怎么看这个超级星期二或者未来的这个选情的发展啊？因为这个大家很关注。尤其是拜登上不上台可能都没那么亮眼，尤其担心这个桑德斯下的上台，上台之后左派政策那个很多，还不知道大家日子怎么过呢，倒是这样。对，川普这边折腾几天下来啊，这个老百姓好像感觉到还没搞定啊，你这个桑德斯又旋风又来了，所以人们非常担心这样一种啊过山车的这样一种政治游戏。听听您的意见。当然美国问题你们两个最有发言权，香港这边呢其实最近也在关心美国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初级的这个选举，
总统候选人的这个选举。你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美国股票大跌嘛，大跌就是有一个原因，有媒体就说这个里边当然有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在全球蔓延的这个影响，当然也有个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桑德斯这个脱颖而出，有消息就是说桑德斯的这个出现，就可能对这个资本市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慌，那把它也看作是这么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那么刚才陈阳你讲了这个为什么讲到超级星期二它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我看那个资料还有一个重要性是什么呢？就是早期举行初选的四个州，它会决定哪位参选人一马当先，但是至于谁能笑到最后，关键是看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赛果。因为为什么呢？现任总统特朗普和前任总统奥巴马、克林顿都是在超级星期二胜出，一举拿下党内提名后，才赢得了入主白宫的这个主战，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轨迹。那谁能够在超级星期二能够那个赢得赛果，就谁有可能按照历史的轨迹，他有可能赢得入主白宫的这个这么一个最后的赛果。那么由于我们这两天我看香港的新闻都是在报道超级星期二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为什么呢？由于这个共和党全力支持特朗普连任，那么所以共和党的初选基本上就是形同虚设。美国大选的两党初选呢，实际上现在就变成了民主党的独角戏，是吧？这个美国民主党总统之争，那么我们也看到，基本上就是在拜登和桑德斯之间展开，那么这个当中，就是看他们两个的这个民调，或者说在选举过程当中这个结果，基本上，就是围绕在尽管说那个，就刚才陈阳那个小平你也介绍，还有那个像那个有些候选人不愿意退出的。但是基本上现在看到，应该民主党的这个候选就在他们那个两个人之间。那么我看那个桑德斯呢，虽然这个拜登的民调支持率从两天前的大概20%还落后桑德斯的5%，到现在呢，这个温和派选举人纷纷退选以后，拜登的支持率开始激增。激增到4%，而且超过了桑德斯，但是桑德斯的选情还是被一路看涨，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美国之外看桑德斯，就有把桑德斯看作是一种民主党的这个另类，这个实际上也是民主党认为他是建制派以外的一种另类，那么有点像。当年这个特朗普，对吧？他在这个共和党内，大家看他的这么一个角色，因为为什么他这个桑德斯在选举当中，他也是不要富人一个铜板，完全靠劳苦大众的这种众筹筹资，所以他在开始的时候，初选的时候。那个势头就盖过了这个那个拜登，所以就成为2020年民主党总统提名大战的一个变数。那他是典型的草根政治家，那么所以他也会成为党内这个建制派的众矢之的，对吧？那个把他看成是那个，甚至于特朗普称桑德斯是。共产党的美国媒体把桑德斯是标题签为社会主义者，但是正是这么一个人物，他是受到了美国年轻人的这个喜欢和欢迎。就是在今年1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全美不到30岁的选民当中，40%的人
把桑德斯列为是第一这个选择，对吧？那个我们看那个四年前桑德斯和希拉里，他也是纠缠到最后一刻，以威胁的那个差距败北。那这一次他又卷土重来，所以呢，选民是对他是有期待，对吧？你有认识，那么所以会这个张开双臂，乐见那个其成。有一个四处，一个有一个数字啊，可以看出这个端倪。2019年的二月份，我记得他一宣布再度参选的24小时之内，拥入的捐款就高达600万美元，是吧？这个600万美元数额其实不算大，但是惊人的是什么呢？这些捐款来自22.3万人，是吧？每一笔这个捐款啊，平均是27块钱的这个美元，所以他不接受大企业的这个捐款，那个是全是从民众当中来。那么这样的话，也奠定了他的这个民意基础是普罗大众。那这个有点像那个原来特朗普，是吧？他原有他的那个这么一个痕迹在他的身上。所以从2019年2月份开始到2012年一年以后，他收到的捐款高达2500万那个美金，对吧？那个哦，他是一月份，光一月份就收到了高达2500万美金。那个2019年的第四季度，他吸收的捐款是高达3450万美金。他这个就是一个普罗大众那个受拥护的这么一个未来的领袖人物，所以说他在政坛上是一个艺术。有的时候这种艺术很难用常理去看，所以这一个他会变成，极有可能变成一个黑马。小平，好，这个前总统呢，奥巴马出来了，他背书拜登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呢，希拉里，有点老活力啊，他说我现在谁也不支持，那么呢，他是否在拜登和桑德斯之间在摇摆？但是他有个原则，谁能把川普搞定，我就支持谁。所以说，共和党这些所谓的建制派最后的态度，实际上是对这两人的赢和输啊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那么，薛先生你怎么展望？就是说，啊，像希拉里这么重要的这个人物，他最后的他的态度对结果的影响，我觉得刚刚季先生这个讲的这个很有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很有道理，就是说这个桑德斯他的支持的群众啊，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年轻人。对啊，这个数字是45岁以下的，45岁以下，59%，对，都支持桑德斯。所以他桑德斯每一次在造势活动，群众聚会里面喊的最大声的也是这些年轻人啊，也是他的整个助选的里面推动的一个主力。可是根据这个 USA Today 他们所做的出口民调，结果发现就是在昨天3月3号的投票，初选投票，年轻人不太出来，所以最支持他的群众出来的人，这个投票率低，这是桑德斯在昨天在很多州里面，特别是在南方的州，他没有能够得到这个大的这个投票数的这个结果原因之一。其次就是说，这个您刚才也提到，就是那这个几位建制派的啊，或者是说新进的这些的这个国会议员的候选人，那么包括了现在退选的那个Amy 这Bolitra， 还有另外那个就是印第安纳州的那个市长啊，布洛吉克啊，他们两位，他们在退选以后，然后他们都声明支持这个拜登，这也使得拜登他的气势随着南卡罗来纳的胜利，能够这个一下子能够气势就能够涨起来了。昨天我们这个做了一个节目，就是说《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引资内阁名单，总统拜登、副总统啊，那个卡尔马哈里斯，叫贺锦丽啊，然后呢，国安部长这个 Peter，
这个财政部长潘博，商务部长谭杨安泽，他就把所有这些民主党里头这些竞争的现在出局的这些人全部都包括投降的没投降的全部纳入到拜登的麾下，然后桑德斯底下后面是孤家寡人一个，谁都没有，就是影子内阁人根本看不见，你就可以看见现在人们对这两人的态度。还有这个一些分析呢还有显示，就是说这个当然就这个由于这个拜登跟奥巴马在当年执政的这一个阶段，这个在黑人少数族裔西班牙裔啊对于奥巴马的支持转倾到这个拜登身上，所以这个拜登赢得了南方，特别是南方很多黑人州的这个黑人占多数的少数族裔占多数的这些票，像阿拉巴马啦啊这个田纳西啦这些地方的少数族裔的票都集中变成了这个拜登赢在南方他赢得胜利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讲到这一点，就是跟在当年同为内阁的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他会不会支持最后因为他们过去的这个交往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支持这个拜登，这现在很难讲。那因为政坛上面也都是这个有很多的恩怨啊，或者是说政坛上面也有很多的厉害，这个我们现在也都很难说。不过希拉里显然他不可能会是应该不会去支持桑德斯的，不会，因为希拉里是建制派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干将啊，而桑德斯是完全的是一个最新社会主义的那种的这个姿态，对啊对，所以他桑德斯的这他的政见，他的政见赢得年轻人支持是 OK 的，但是对于这些这个比较保守的传统的这些包括希拉里所领导的这样子的一种势力在内啊，我觉得希拉里不应该，如果以他们的这个风格，以他们的这个过去的政见这个路线来讲的话，不应该会是支持这个桑德斯，不会支持桑德斯。那么如果最后剩下两个人来竞选，就是一个希拉里，一个桑德斯跟拜登，我相信在当年这个支持希拉里的力量应该会比较大多数会比较转移到这个拜登的身上。那么特别是奥巴马现在还没有这个完全的进行助选了，因为这个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嘛。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奥巴马显然这到最后一定会支持拜登，也一定会支持拜登到底的。他现在已经表达了他对拜登的支持。对，呀。那么既然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民主党的建制派意识到，这个桑德斯这么一种势头和造反精神的话呢，他们会不会就是说在这个超级星期二之后啊全部站出来进一步的去封杀这个桑德斯，同时呢导致这个反弹效果，就是你说的那些隐形的没有投支持者出来投票支持桑德斯。因为啊这个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桑德斯类似于共和党内的川普啊，当时并不被建制派看好，对不对啊？是啊，最后是一种这个政治的极化，在一种政治的逆反现象，把这个川普给推上来了。那么现在这个桑德斯面临着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越打压他，我们越要把他弄出来，就产生政治上这样一种效果。不过桑德斯现在这个还有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年龄实在是太大，他干一届，现在很多人算他干一届，对，他现在已经78岁了，在当年雷根总统已经是这个年纪很大的，可是雷根总统在当选总统的时候他是69岁，那桑德斯现在都已经78岁了。问题是这，你看这个老先生这么大岁数啊，一老将一路杀出来，人家就没考虑他岁数，否则的话要考虑岁数早就出局了啊。所以说我想听听季先生意见，他这个上台之后会不会让很多人非常紧张。我觉得这个我曾经担心有一些人可能要拿这个威胁我桑德斯让他出去都可能的啊，因为这个让多少人的奶酪出了问题啊，那是他要大大的洗牌啊，对不对啊。好，季先生，希拉里那个虽然他是比较狡猾啊，他不做，到目前为止他不做这个最后的肯定，但是他那句话我觉得还是意味深长的，就是他选谁能够打败川普他就选谁。对，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民主党不是选
自己喜欢和不喜欢，但是选对这个川普的这个连任有威胁的那一个人，那他主要是选这个。那么所以我是觉得他在这个时候讲这番话，是他某种程度上会认为那个桑德斯对特朗普会有威胁。那个如果说他觉得桑德斯对特朗普没威胁，他一定是按照传统，按照这个建制派的立场，他一定跟奥巴马一样那个站出来做一个选择。那现在还没有做出肯定选择的还有就是佩洛西，那他也没有这个明确做出表态，对吧？那个是不是也是像希拉里那样在选择一个，在观望一个到底谁能打败这个川普，对吧？那否则按照理论上来说应该毫无疑问就是支持拜登的。那么那个但是都到现在没有做出选择。那么这个我就看到像桑德斯他提出的一些政见，对吧？那个包括这个移民政策改革、枪支安全政策、司法体制的这个这些好像都对这个一般的平民是比较有利的。虽然民主党的建制派和媒体都对他不太友善，认为他的这个政见都是过度左倾和太过激进。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他原来当选正是利用了美国存在的这个现有问题，对吧？他是要解决现有问题，有针对性的那个站出来，那么所以得到了选民的最后的支持。所以桑德斯这个现象呈现的是也有人认为呈现的是民主党政治光谱当中的左翼的这种力量。那虽然佩洛西他并不希望看到这一点，但是在弹劾这个川普的时候，佩洛西一直是被党内左翼牵着鼻子的。那说明这个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未必会随这个佩洛西所愿，但是就是那个可以看到桑德斯跟特朗普各自处于美国政治光谱的两极，那一个靠左一个靠右，都有着相对固定的基本盘。所以这个美国大选的走向就是看能不能争取到更多的中间选民，特别是摇摆州的选民支持。我想这个佩洛西也好，希拉里也好，可能观望那个观察的是这么一些点，那否则他早应该就表态了。小平，哎，对啊，他这种微妙的这种，用他来说，如果他本身属于建制派，是按本性，他应该这时候应该顶了。我还发现有一个蛮奇妙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在最近以来，川普总统这个很多次的推特跟他的这个对外发言，他都是明里暗里，好像对于桑德斯啊，表达了他的那种照顾的眼神的那个感觉。嗯，这个他几次的推特都讲到说民主党对桑德斯不公平啦，嗯啊，这个桑德斯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啦，啊，等等等等。这个让我感觉是不是因为川普总统是多么的精明的这么一个人呢？他对于这个他的对手的算计，他也是这个跟他做生意一样，应该是做算的非常非常精准的。所以会不会是这个川普总统宁愿桑德斯最后成为他的对手，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因为他可能对于这个社会主义倾向的人，他有更大的那一种的这个对抗性，或者是有更大的那种很乐于去跟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对手来交锋。那么或者是说他从过去以来就一直不希望拜登会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最后跟他两个人来竞选，那么他宁愿这个桑德斯能够这个胜出。所以他这个我注意到最近很多次他的讲话或者他的这个推特里面都对桑德斯有正面的
这样子的一些的这个帮助，或者是说有正面的支持。他这个最新推特，他就在抨击沃伦为什么不退、嗯、啊？你要不退的话，你就让拜登占了便宜，害了桑德斯啊，让这个拜登把麻州拿下来了、嗯、啊。他就在骂批评这个是啊沃伦对啊。嗯，这个川普呢，确确实实，你从这个乌克兰那个事件，最好导致就被弹劾、啊嗯。他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把桑德斯当成对手，可以这么说，对啊。但是这个民主党内也没有人看好桑德斯，就像当年川普初三的时候没人看好他一样，这才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比较好看的地方啊，大家都走眼。嗯，最后你看奥巴马当初在白宫演讲之中。这个笑话这个川普出来竞选总统，对不对啊？嗯、对，对不对啊？嗯、你看，跟现在这个，跟现在这个川普在笑话这个这个拜登一样啊。他现在在这两个人里头，我觉得他觉得可能拜登可能难对付一点。哎，哪一个比较好打？他希望哪个打个胜？对啊，他肯定是他说谁弱我选谁嘛。啊，对，对不对啊？嗯，对不对？等这个，但当然他作为对手，我不喜欢选一个很强的对手啊。嗯，所以说他明显就有可能是这样算计。但是这两个人他未必桑德斯是弱，我就是说，但从现在情况来看，桑德斯未必是弱者。是没错，没错。虽然是说只是说落后拜登这个一些票，大概不到100票。啊，因为现在的根据最新的，现在453373吧，对对对，啊、这个50来票，50多票，嗯，然后这个涡轮39票，嗯，就是这种情况，等于是50多票，如果有一个地方的那个上次再赢一周的话就平了，哎，不是，这未来还早得很呢，还早得很呢，最后的初选在6月2号呢，嗯、对对对，啊，对，所以还早得很，所以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州还要再竞争呢。我觉得等这个希拉里这个摇摆派，等那个佩洛西这个摇摆派，嗯，啊，最后都把这个主意拿定了，那么民主党大局基本就定了，嗯。但是估计现在看啊，彭博想通过啊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让自己一跃而出的话，这个梦可能要结束了啊。对啊，就是趁点想想办法啊，人家如果愿意让你去当个财政部长的话，赶紧就把那个 offer 给接受了。就是这样，否则他连财政部长最后都没有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超级星期二和美国大选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啊。因为薛先生是美国政治的专家啊，他对超级星期二的啊和美国政治的这个细节比较清楚，这方面啊是我老陈要学习的啊，这谈不上。嗯，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放到这。啊，那我们导播请转入下。